新春快乐！你们在干嘛呀？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啊，最近这几年，这年过得越来越没有年味儿？大家都是抱着手机玩，好无聊。是不是该聚聚了？我还真挺想回到小时候。吃年夜饭，就大家一块儿做饭。妈，我来帮你。不用。一家人围在电视机面前看春晚，这是每一年必不可少的活动。干热的。送给你。我们到过年的时候，楼下很多小朋友就聚在一起，然后放烟花，感觉特别好玩。自己攒钱攒压岁钱去买的，特别漂亮的鲜花。新年快乐！